大家好，欢迎回到思维潘多拉。这两天我在 YouTube 上愉快玩耍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让我瞬间凌乱不已。大家看一下这个 YouTube 的搜索主题，下面的视频观看量高得不可思议，这些数字已经让我开始怀疑人生啦。对的，你没看错，这个用中文的话来讲，就是人生格言或者励志名言。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类影片。我看了看我呕心沥血制作的仅仅几百次观看的教学影片，默默地咽下了羡慕的口水。那么怀着敬仰的心情，我们来看下这个有600万观看的影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快速浏览下它的内容吧。看起来只是使用了一张静态人像图片，加上简单背景效果，然后就是朗读一些爱因斯坦的名言。然而就是这么一部看起来制作非常简单的影片，已经获得将近600万次的观看啦。我知道一部影片得到 YouTube 的推荐是有很多方面原因的，但是看到这种类型的影片很多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还是让我有些想尝试一下的冲动。经过一些尝试，我想我们也可以制作出类似的影片，过程并不复杂，用到的工具以及资源全部免费，而且最厉害的是，我找到了一种在剪映中批量制作这类视频的方式，可以轻松在一天之内搞定几十部视频，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要制作这样的一部影片，我们首先需要制作内容，这个使用 ChatGPT 就可以轻松搞定啦。我们只需要打开 ChatGPT， 然后输入提示信息，让它帮我们写10条英文名人语录，然后使用表格输出就好啦。完成之后，我们需要根据这些内容去生成朗读语音，这个我们使用免费的 TTS Maker 就好啦。我们先把它们复制下来，然后打开 TTS Maker 粘贴进去，选择朗读语言为英文，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音色，打开高级设置，将换行停顿时间调整为4秒钟，然后点击开始转换，就可以进行语音生成啦。完成后下载下来就好啦。下面我们找一些免费的资源网站，搜索一下可以用作背景的小视频，这里关键词需要与这个话题相关，例如火盆、蜡烛、冥想或者书本等等。例如这个火盆的视频看起来就不错，我们点进去，然后上面有各下载的选项，我们点击需要的视频分辨率就可以下载下来啦。接着我们尝试换其他搜索关键字试一下，多找几个话题相近的资源下载下来。到这里，我们来创建一个文件夹，将我们制作第一个视频需要使用的资源都放进去。这里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 Material 的文件夹，里面有一个背景音乐、3个背景视频以及一个语音文件，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剪映来制作第一支视频啦。我们先把前面的素材都导入进来，然后将3个背景视频依次放入主轨道，并调整它们的长度。接下来我们把音频文件拖入创建一个音频轨道，然后点击右键选择识别字幕，就可以将音频中的语音提取出来并转换为文字啦。我们接着调整文字的位置、大小、字体、颜色，调整背景视频的透明度，最终得到满意的显示效果。然后我们加入背景音乐，调整视频以及音乐的长度，音量淡入淡出，就基本大功告成啦。我们现在导出视频。 OK， 我们现在先看下效果吧。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beauty of their dreams. Eleanor Roosevelt。Success is not final, failure is not fatal,
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Winston Churchill. The greatest glory in living lies not in never falling, but in rising every time we fall. Nelson Mandela. 这样，我们就制作了第一支视频。接下来，我将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使我们可以批量产出其他视频，而不用通过上面在剪映中的复杂繁琐操作。不要走开哦。首先，我们需要回到 ChatGPT 来制作第二支视频的文字内容。这里，我们只需要继续之前的绘画，输入提示，让 ChatGPT 帮我们再写十条就好啦。完成后，与前面一样，我们复制它们，然后制作语音并下载。接着，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来存储第二支视频的资源，复制所有需要的文件到这个文件夹。这时，重点来了。我们需要将所有的文件修改名称，使它们与第一支视频使用的名称一致。这样，我们就有了第二支视频的文件夹，它与第一支视频有一模一样的文件夹结构，以及文件名称，只不过内容已经是第二支视频的啦。我们现在回到制作第一支视频的剪映项目。我们需要退出这个项目，并关闭剪映的程序。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通过重命名两个文件夹，实现资源文件的替换，使原先的文件被新文件取代。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啦！我们打开剪映原先的项目，天哪！所以资源已经被更新为第二支视频的啦。我们现在只需要将文字重新生成一下，所有其他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啦。生成文字也变得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选择语音轨道，右键菜单选择识别字幕，就可以轻松搞定新的文字显示啦。旧的文字轨道，我们可以一键隐藏或删除就可以啦。然后就剩下导出视频就完成啦。我们来看下第二支视频的效果吧。I can't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wind, but I can adjust my sails to always reach my destination. Jimmy Dean.The greatest glory in life is not in never falling, but in rising every time we fall. Confucius. Success is not about how high you climb, but how you bounce back when you hit the bottom. Oprah Winfrey.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Albert Einstein.The harder I work, the luckier I get. Samuel Goldwyn. Life is 10% what happens to us and 90% how we react to it. Charles R. Swindle. The biggest risk is not taking any risk. In a world that is changing quickly, the only strategy that is guaranteed to fail is not taking risks.Mark Zuckerberg. Don't be afraid to give up the good to go for the great. John D. Rockefeller. The secret to getting ahead is getting started. Mark Twain. How are you?有没有惊艳到你呢？我们只是使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如何使用剪映来实现批量创建视频，但是这已经比收费版的 Canva 批量创建功能强大多了。另外，这个功能在本地可以轻松拓展，我们可以编写一个脚本自动化整个流程。首先，自动调用 ChatGPT API 得到数据，调用语音生成 API 得到语音文件，从资源库中选择背景视频以及音乐。自动完成文件替换，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打开剪映导出影片啦。如果你对这个自动化流程感兴趣，请在下面留言并点赞。
如果大家喜欢，我会考虑后续分享给大家哦。好了，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